花老，一个逐渐淡出历史的称谓。作为最后一位花老，许迟光见证了广绣百年的兴衰荣辱。90年的岁月荏苒，许迟光在方寸绢布中安身立命。80载穿针引线，许迟光在针法传承中守望初心，让广绣绣艺千年永续，让名绣之品绝不缺席。今次好似話王恆館長都會喺度，佢話佢收購咗一批港秀，跟住嗌我哋去睇下。佢又係真係不遺餘力嘅，實。舊時港秀一般出口，出口佢又好少翻翻轉頭啊！依家又即係有阿王恆咁嘅愛好，佢買翻嚟，咁又會見得到。廣秀咧，好多人中意啊，全世界都中意。师徒二人前往。
做法呢就叫做喜鳞煞彩。喜鳞煞彩、流星赶月，这些名字色彩优美的针法技艺，正来源于三千花老汇剧及广绣绣工技艺之大成的清末鼎盛时期。同年时，五丝八丝广缎好，银钱堆满十三行的盛景，在许志光记忆里再次被唤醒。我的太爷是这个番禺山。翻嚟就係野菜煲西堤粉，淪陷八年嗰時候，都係咁過。一個色的要有心錢才行，兩個色夠未？如果根據他現在這樣的就不止兩個色，那用三個色、嗯、還是就是這樣鋪過去三個色。好，港用啊嘛，咁我需唔需要話做翻粗少少去模仿佢啊？定係點樣比較合理？廣秀嚟講咧，唔係以幼見長嘅，以呢個針毛見長，所以粗啲咧
效果可能仲明顯啲。嗯。配好绒线，万事俱备。徐赤光起针，虽有91岁高龄，但骨子里对广绣的热爱与不舍，支撑着徐赤光在一辈之年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。要起纶呢，你又要见到一针针，又唔好太幼，咁佢先至工艺味强啲。師傅啦，進入刺繡嘅狀態就係你入唔到佢嗰個世界，佢自成世界嘅。睇到佢刺繡嗰陣時候，你就會覺得佢用佢個精神去同個幅畫有交流。84年的穿針引線，徐赤光已與廣繡血脈相連。廣繡施針帶線的光、亮、奇、密、靜、雲。也已被他做到极致，而这背后使他心如止水、不起波澜的笃定。那你来试下啦，啊，你来一个叫撒针，基本上你试试。广绣人要一针一针，针针都一样，冇得冚嘅。做咗一針就要一針噶啦，所以針針都要動腦，針針都要認真。曾經的苦難，並未讓徐赤光。再加上咧，政府又重視喺個行裏邊啲行友老嗰脱對我好好，咁啊談戀愛亦都達到目的。咁我喺66年咧就即係結婚咯。我喺60年收徒啊嘛，南宮行嗰陣時都已經冇咗啦，冇咗幾十年啦。咁我收到呢個女徒弟。一樣是照我哋南宮的繡法、南宮的繡花嚟到培養佢。這段幸福時光並沒有持續太久，廣繡工時長、造價貴、繡工學藝期長等等因素，讓廣繡失去了市場的支持，廣繡人紛紛轉行。时局艰难之下，徐赤光也一度转行，选择去大家避之不及的广彩瓷厂烧炉，在功苦如酸中麻木远离广绣之痛。有啲同事啊，就指住我嚟闹，估唔到广绣1、2、3千年历史嘅行业灭喺你手啊咁。整到咁樣嘅處境，整到個行業全個行業冇曬，個心灰意冷。咁做第二樣都個腦啊走唔過嚟咁，咁啊揾啲最艱苦嘅地方去做下，睇下係唔係可以將自己個人啊安排到唔好諗住以前嗰啲。花老的流逝讓行。
找人繼承的，我無條件幫你，沒有講工資，沒有講待遇，這樣一路做到下來。那我啊，為了要廣受米滅寒，七個人我們都做了幾個月，基本上在市面上的廣秀是已經消息匿跡了，即是沒有人認為哪些是廣秀的了。如果我們不再出來，就沒有了些人懂得廣秀的幾十種針法，做完他們就沒有繼續做。这幅红历白鹅一面世，便获得了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展金奖、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银奖。绣座上的荔枝粒粒饱满，玲珑凸起，是来自于许赤光的针法。当时的情景，从事这个行业的或者是爱好这个行业的都有得看一下。历时三个月，浓缩了80余载技艺，提炼了广绣千年手法的常伟志完成复绣。博大精深的广绣神韵，从最后一个花牢上
创新的头脑，创新的思维，创新的意识。